南势区新完成的孤单顶桥通车，孤单部落的居民家家户户伫个八月十号即天，个个欢头喜面，尤其是看到赖市长的时阵，拢来讲出了因心内感谢。在炮声当中，赖市长牵着老大人的手，行过桥面。虽然讲桥无长，却是因胖了几啊冬，才来做好。较早这条溪吼，迄、那个无遮宽，啊，迄、那个桥较低。啊，咱若雨落较大吼，像九十七年的坎梅基啦，啊，九十八年的莫拉克迄两届水灾吼，哪安怎桥翻过啦？慢过吼，啊山吼变深吼，袂当过。啊，咱这边吼，咱这边山区除了带五人户以外呢，阁有两百几家的农产品吼，山无法度过啊，采收啦。所以吼，这番桥做好吼，对阮这个社区吼，帮助非常的大。这个孤单顶桥吼，是咱赖市长吼，以及个立法委员的人来帮阮争取的吼。当初是赖市长吼，伊协调咱的河川局。水保局，啊，咱县政府啊协调了，结果是讲咱河川局开750万，啊，咱的水保局开500万，咱县政府开100万，哦，啊，由咱公所来执行。孤单顶桥通车，当地居民快乐，因为从此唔免阁烦恼做大水的时阵，水果无法度运落山。作为爸母官，赖市长的心情嘛正欢喜。啊，今仔日非常欢喜哈。担任市长一年半了后，有法度通来主持孤单顶桥的这个通桥的典礼。因为伊这个经费呢，是进前我做立委的时阵，当时的咱的南势乡代表会林主席、现主席的林秘书长来到我立法委员的服务处来甲我争取的叫我去中央政府来协助，因为县政府无钱吼，啊乡公所也无钱。啊！伊摕真侪相片互我看，我感觉桥真正是害去啊！对即个安全吼有影响，所以我就去中央，包括即个第六河川局750万，农委会水保局500万，无如果讲吼无到100万，拄我做市长的时阵甲添100万，拢共1350万，吼即个桥会当如期完工，我坦白讲，我感觉真欢喜。赖市长来强调讲，伊伫咧做立委的时阵，就关心偏远的山区。即马做市长啊，伊只会更加照顾山区海边的市民，让大家安居乐业过生活。我嘛要希望讲吼，咱地方的乡亲时代会当了解。我做立委的时阵，对吼咱偏远的山区都较关心嘛吼，何况我做市长，更加有责任来照顾山区也好，顾照顾海边也好。我做市长，我一定吼，让咱大台南平行发展，因为我一直认为。海边有海边的特色，山边也有山边的特色。吼，咱唔免嫌弃别人，只要吼充分发挥咱本身的特色，安尼自然而然，咱地方就会当发展。哦，大家都当安居乐业。来，上来，来。好好好。啊，大家平安顺利吼，啊，来去来来，当登记啊，赶紧。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市长。在通车典礼了后，赖市长嘛依照着习俗发红包给老大人。